戏好像是源自于很久以前的团康，对，但是小朋友现在很多都会玩，很可爱。对对，我们两个先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好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是假的哈，你不要真的哦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玩真的，好不好？答应我 ，OK？ 喂，不解风情，好来，哎呀，别别，好来，一见钟情哦。没有这样啦，他们有距离的。好，解风情，不解风情。男生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就是。对。翻脸无情。翻脸无情。就再跳一下。原地跳一下。对 ，OK。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两两哦，两两一起。我们有横条呢，就是男生。嗯。然后呢，这个洋装呢，就是女生，好不好 ？OK。老师音乐 ，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自作多情，很好。翻脸无情，很好。一见钟情，很好。不解风情，哎呦。自作多情，不错哦。自作多情，不错。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哎呦。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要面对面了，哇！一见钟情是你也要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哇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很好。不过他们很标准的，很标准。他们即便同一个动作，也是原地会跳一下。对呀，完全都不犹豫，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。好的，来，恭喜盖拿。小心哦！好，接下来第二组，请上台，小心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好的，老师音乐 ，Go！ 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同时最真心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自作多情。不解风情，很好。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自作多情，不解风情，一见钟情，好强哦！自作多情，啊！自作多情。自作多情是，自作多情应该是现在这样没错，可是刚慢了一点，有点犹豫了。我们算你丑，丑一丑一丑一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指令继续。一见钟情，很好。不解风情，很好。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不解风情。不解风情，你会不会扭伤啊？其实他前面有一个转过来想说，哎，是，我赶快转过去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耶！好，所以呢是失误。对，有点太慢。有点太慢了。OK， 好，恭喜我们的茶布。好，下一组，你不要动。第三棒，老师音乐 ，Go！ 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，失误失误，因为很有趣，当对方转过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要转过去才对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哎呀哎呀，恭喜茶布，接着下一棒，好，五战三胜了，现在目前茶布已经两分了 ，OK， 老师音乐 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，
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哎呦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，男生要转过去，对不对？OK， 恭喜曹不再获得一分。Yeah. 接下来换我们两个了。我们两个。换我们两个了。好。OK， 谢谢，谢谢同学，直接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很久没有恋爱了哈，很久没有一见钟情了。不要入戏了。小朋友翻脸无情了啦。老师音乐 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一见钟情。哎呦。不解风情。哎呦。无关胜负了，无关胜负了，好不好？无关胜负了，因为我们查布已经得三分了。你怎么可以弱成这样了？而且导播应该有一惊拍他的表情，他表情超自信的。啊，恭喜查布，再来掷骰子吧。好，现在在澳洲，一二三 ，Go！ 来看看。是几点？力气好大哎！好！哎呦！会不会再不坐过来？好，一点，应该是一点。澳洲，澳洲开始，澳洲出发。哎，到了，一出发就到了，希腊1400分，恭喜！好了，我们来示范玩一下这个游戏，好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一见钟情，哎呦喂呀！不解风情，哎呦喂呀！自作多情，哎呦喂呀！翻脸无情，哎呦喂呀！四个，而且他们现在穿上这个胖胖装，其实比较难移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总共有五棒。对，有五棒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第五棒，所以这个五抢三，五抢三。如果说呢，你如果拿到三个胜利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分数了，没错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的粉色系呢，这是我们的女生，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那个这算是蓝色的跟条纹的，这算是工作服，工作服的话就是男生，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呀，那我们就要来喽 ，OK， 老师音乐 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自作多情，哎呦不错。翻脸无情，哎呦不错。一见钟情，很好。不解风情，哎呦。不解风情，哎呦。应该是男生要转过去，对不对？哇，来不及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第二把。好，第二组。接下来我们第二棒喽 ，OK， 老师音乐 Go， 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自作多情，很好。一见钟情，哎呦，不解风情，很好。自作多情，很棒。翻脸无情，很棒。一见钟情，哦，不解风情，很棒。自作多情，很棒。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，哦，不解风情，哦，不解风情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他其实转回来又回去，因为不解风情应该是男生转过去。他身体转，头不转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。自作多情一般都是男生，男生对女生自作多情，然后不解风情又女生对男生，哎，很好，但是男生不解风情。对，那一见钟情就很好解释，对啊，就是一看到就中了，没错。对，那翻脸无情就是哎，都翻脸了，我们都不要见面。所以刚刚男生转的有点慢一点点。是的，恭喜我们的查布队，恭喜今天第三棒。好，第三棒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老师来喽，音乐 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一见钟情，很好。翻脸无情，很好。一见钟情，很好。自作多情，哎呦，很棒。不解风情，很棒。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哎呦，自作多情。
哎呦，不错、啊。一见钟情，自作多情。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。不解风情，很好。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。对哦。自作多情，很厉害。不解风情，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。好强哦。不解风情，好强。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。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。自作多情，自作多情，啊！哇！自作多情，他其实转过去了一点点，而且你快要掉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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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、啊啊啊！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对，我表现很好，掌声鼓励。对，哇！你们这两位爱情谈得真坎坷啊！哦，谈很久很久，分分合合起码十二次了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那这边恭喜我们的茶部队再度获胜。Yeah. 第四棒 ，Go！ 第四棒，好，第四棒，音乐 Go！ 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自作多情。哎呦！自作多情应该是你要转，你要对女生要转过来，你是不是对她一见钟情？对，是不是？自作多情是无法自拔的，男生喜欢她是无法自拔的一见钟情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听好不好？来，丑音，我们请看前面。好 ，OK， 好老师音乐 ，Go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。很好，自作多情。很好，翻脸无情。很好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。哎呦，一见钟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，自作多情。自作多情啊！自作多情，应该要女生转过来，男生喜欢女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所以刚刚忘了转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们的盖拿队获得一分。紧接着，我跟燕俊哥哥上场。我跟燕俊哥哥要来谈恋爱，爱情片，爱情片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好了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一见钟情遇见你，到底谁才最真心？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。哦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。自作多情，不解风情。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。翻脸无情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。哎呦，自作多情。哎呦，翻脸无情。哎呦。翻脸无情，翻脸无情，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翻脸无情，翻脸无情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，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，自作多情，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，自作多情，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，翻脸无情；一见钟情，不解风情；自作多情，自作多情，自作多情；翻脸无情，翻脸无情；一见钟情。你不要让我用到真感情，不然我就跟你玩到底。好，好累哦，两个原地跳跳跳而已，不是？哎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我还好，我们真的没有怎么样啊。OK， 好啦，太精彩太精彩了，我们算是那个友谊赛啦。对对对对，谁跟你友谊赛？我认真吗？我好喘哦。OK， 茶部队获得三胜，恭喜。